最佳新人得奖的是詹子萱，爱爱内涵光。围绕着各色前辈演员们各擅擅长的群戏下，出身之独不畏虎已属难事，还能扛起主述者与带动全剧情欲主题的重要功能，是具有明星魅力又有表演能量的亮眼新秀。好的，第59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奖最佳新人得奖的是，他们叫我不要撕破，詹子萱，爱爱内涵光。围绕着各色前辈演员们各擅擅长的群戏下，出身之独不畏虎已属难事，还能扛起主述者与带动全剧情欲主题的重要功能，是具有明星魅力又有表演能量的亮眼新秀。我要先谢谢《爱爱内涵光》剧组的所有人，谢谢玛吉迪加，谢谢导演瑞米，谢谢你把求爱这个角色交给我，让我有机会可以跟他一起成长。谢谢可丽姐、红哥、柯震东、泽西、夏雨乔、小月，还有其他一起对戏的演员，谢谢你们在那个时候给我的帮助。我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跟你们一起再拍戏。我要谢谢评审给我的肯定，谢谢我的爸爸妈妈、我的弟弟，还有我的公司、我的朋友，谢谢你们一直在背后默默的鼓励我，我一定一定会继续努力，谢谢。